Hello， 大家好。有人问我们说，南奈姆有没有这个水表？来看看，我用了这个东西去找一个水表吧。在这里，看这个黑色的东西吧，它是什么的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像不好开，换一个。哎呀喂！哇，看到吧？哎呦啊！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水表了，这个有杆。这个读取器应该是在这边。看到吧，那么是有水表的。Nice。